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历四月十六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金。新闻开始呢，咱先来关心疫情。昨咱增加1209个本土个案，是疫情拖到降时确诊数上界多。其中是以新北328个上界严重。指挥官陈时中就讲，病情继续伫咧拖，即破百万例唔是无可能。同一个时阵也宣布讲，四月二日之前有24种行业拢强制注射疫苗。环保消防车在科技园区的道路四周围喷消毒水，因为桃园古山区华阿科技园区的某一个科技厂传出规定消毒，已经有114人确诊新冠肺炎。大部分还是在既有的传播链以及哦居隔或框列的范围，但是也有一些新的传播链。桃园枫叶真谨慎，不是无原因，因为新冠本土疫情阁创下新高，十五新增加1209例本土病例，分布全台湾19县市，有6县市列作高风险区，其中以新北市328例上侪，过来是桃园市290例，东台湾花莲有146例，台北市140例，高雄58例，基隆48例。指挥官陈时中坦白讲，疫情持续发展，新冠病例要超过百万例，嘛不是无可能。我们的疫情会不会破百万，我们也说这有可能。好，在这里我要讲说这个疫情的规模应该是相对的大，好，相对的大，但是我们整体就是把减灾做好。另外也新增加10例中症个案，年纪为40多岁至80多岁都有，其中4例有注过2剂还是3剂疫苗，3例有注过1剂，其他是无注过疫苗。大多都是 有肺炎，那或者是说 X 光没有明显肺炎，但是有氧血氧浓度较低，有氧气的需求，那都有使用跟申请有使用这个瑞德西韦在治疗。那是我该关心国内儿童新冠疫苗什么时阵会当开始做，但是中是讲这礼拜17是由处队召开专家会议，审查紧急使用授权 EUA， 主要以莫德纳为主。完成了之后，就会请学校开始来做意愿的调查跟疫苗的分配。那这个疫苗打的这个小学的话，这次以小学的而言，大致上这次还是会采用莫德纳的。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强化第三剂疫苗注射规定，包括医务人员、防疫隔离车、殡葬业，也加24类场所的工作人员，四月二日之前要注满第三剂追加射疫苗。其他亲像高中以下学校、短期补习班、MTV 这五类场所、职业训练所、托婴中心、社区服务据点等，也拢必须注完三剂疫苗。新进人员也是头一届服务进前，无注完三剂疫苗，应该要提供除非三天内抗原快筛，还是 PCR 阴性证明。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四界拖，国内19个县市，即马有6个拢列做是高风险地区。昨呢，新北甲花莲已经开始做居家照护的治疗服务，也那个基隆、台北、桃园、高雄，即马也准备随时启动。那讲到快筛试剂这部分，即马因为去予政府征用去啊，真侪药局拢叫无回。想要买家用快筛剂，得到答案拢是无货，疫情相关。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去高雄几啊间药局，发现快筛剂真歹买，呼吁政府定用的同时，也应该考虑会造成市场大欠货，也是起价少。台中也有类似状况，当地卫生局发现市面的快筛剂全予中央定用，公用库存大约一礼拜来用完。这些试剂哈，还有包括各局处，如果说他们有一些因公需要做快筛的话，我们也会要提供。对，所以我预估大概一个礼拜10天到就会用完。快筛剂需求增加，因为确诊数一直也高，15天全台确诊数超过千例，除了800剂到高雄、花莲也放在高风险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更加宣布准备启动地处较好收地。新北市已经启动了。好，那今天那个高雄也来申请，好，那我们可以尽快的哈，能够让这两个地方都启动，请各地方政府哈，尽速的来准备哈。呼吁各地做好准备，目前已经启动地处较好的县市有新北、花莲、基隆、台北、桃园、彰化、嘉义县市和高雄，屏东也随时准备上路。跟中央提出申请，好，那这个应该很快就会核准，我们。随时都可以做，也都准备好了。我们会有这个居家照顾的关怀服务中心哦，来追踪。那目前
人数如果增加的话，部分会在家居隔。老道中，汤圆、乡巴、高雄拢推地处较好，但人气是真贵。专治专治病房一千多床，占床率10%，也无够启动的时机。甲台中市的态度同款，暂时无地咧做记者综合报道。今天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甲乡亲斗阵来去现报纸，先来看《中国时报》。这款伊顶个月通过18岁公民权的修宪案，交由公民复决。中选会昨确定公民复决当票，会甲今年底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斗阵伫咧11月26日来举办。再来看联合报，台湾高铁分林嘉义甲台南段因为抽大量的地下水来淹残，最近这铁路呢有特别落落去的情形。农委会主委陈吉忠昨出席高粱亚种的活动时，有呼吁讲，饮高粱救高铁，因为讲种高粱这水分唔免伤多，会当成灌溉用水。有农民就讲愿意来改种，收入嘛有机会变好。再来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交通局顶个月底表示，按算7月初四开始，要针对市内55000个路边机车的加位来收钱。市长郭文铁认为讲，安尼无妥当，要求交通局阁想一下。昨交通局长陈学台是向议员表示，未来会分阶段收钱，豆豆啊来推测。另外消息呢，来讲，这轿车奥多麦照规定，拢着爱投保强制险。准那民众有食酒赛车或者是违规的记录，计当年这保险费得去红加收较侪。因那危险驾驶呢，未来准那发生事故，保险费一届就会加2700。违规出代志的届，那愈来愈侪届，这费用就会直直增加。上紧今年第三季就会实施。弯来弯去，动作阁讲会严重。国道这台大货车恶意逼车，那出代志，相关罚2万4，阁吊销驾照。金管会也阁宣布，今年强制险保费也提悬。开车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哈，譬如说有很多超跑的人，他在马路上蛇行啊，不然停车造成这个违规的话，1次2000起。赛车人啊，歪来歪去，或者是车速超过规定相关480公里，或者是逼车让道，加故意减速，大当啊，每一摆违规加费2700，加费次数无上限，也就是讲，那违规10摆，今年强制险就会被加钱27000块，按算今年第三季上路。我没什么遏制的作用啊，加至少破万吧，跟那个违反交通规则是差不多。如果真的提高到这样子，有点感觉了，因为本来是不太会去记得它的价钱是多少。另外，公车车主也是有真侪台车拢会被加钱，除了危险驾驶加钱2700，那因为酒后赛车被罚，还阁会另外加钱3600。对以前我们的那个保费都是均一的保费啦，拉出一些行为不良的人，把它再加重，保险的目的就不大，是为那个交通主管机关警示作用。加钱目的主要是为改善危险赛车的行为，按过前提是出现肇事违规事实才会被加钱。所以有学者认为，那有危险驾驶行为被罚，建议保费就应该加钱才有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呢，不少人是拢抢买买防疫保单，有几啊间保险公司的网站网页拢卡掉嘞，无法度入去。有民众是直接冲去保险公司来买，业者真侪就烦恼讲疫情的大爆发，目前拢宣布暂时按下所有防疫保单的买卖。保险公司门口桌顶放满申请书，等叫号民众，无所在写字。有人对着壁，有人是跪伫机车车头，只为着赶伫中昼12点进前完成防疫险的投保。因为最近本土确诊人数一直升高，让民众真焦虑。越来越多了，对啊，你说确诊的风险还蛮高的。我们这附近好像也是有好像的确诊的足迹。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然后想说来帮小孩买一个保险，因为我自己本身前两天也就已经有保了。因为这几天他们的网络都塞车，没办法买。疫情相关，防护业保单阁出现大个抢台买，不少业者的线顶投保网页被塌满，根本无法度进入，民众只好直接走到现场投保。大量投保申请踊跃，也让部分业者不得不考虑理赔等相关风险，拢宣布暂时停卖。因为大家就是疯狂的买，很快的，它的风险未纳量就会到了。
保险公司基本上他就会考虑是再推新保单，可是他推新保单需要一点时间，比如说他必须要看看有没有一些风险管控措施。金管会保险局表示，目前只干了收到蓝山风险保单申请永久停卖，多数应该是在做改版相关评估。民众预期改版了后，保单恐惊保费甲后续理赔条件上，未必前保单较好。要么为了加一层的保障，未少民众也是愿意买单，都希望家己上好卖用着。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拖无休，指挥中心正式规定民众去进香、游览，也够去运动房。伫咧四月二日之前，拢爱住过三支有风沙。但疫情也冲击国内旅游市场，退房的、退餐厅的一堆，有旅行社就讲，中央的规定伤赶，因根本未赴应应。环保局人员伫吉亚路来回消毒，即个所在拢被通报有确诊者行踪。原本是热门旅游景点的吉兰大溪，即马却是空空空。国内新冠疫情继续增加，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注第三剂疫苗规范加强，为四月二日开始，出入24类场所的工作人员、邀请进行团、旅行团成员加去健身房的民众，拢爱完整注第三剂疫苗，才会使参加。会跟不特定的人士相处的时间会比较长，会住在同一个地方，那同一个游览车交通工具，那加上饮食，所以我们希望这些能够把第三剂打满。此时相位疫情爆发了后，观光产业大受影响，在国外努力之下，真不简单，重建民众对国旅的信心。想不到最近本土疫情爆发，不少旅游的所在出现特定条，阁影响毕业旅行大规，即马阁规定，无特定对象组成的旅游团要完整注射疫苗才能出发。旅行社业者怨声连连，实在唔知要如何是好。那你有客人说我还一家四口，但是有一个打两剂，对不起，不能参加。不是那个不能参加，是一家四口都不会参加了。那你万一有一个偷渡的话，抓到了他确诊了，你旅行社不听话，罚，倒霉的又是旅客跟旅行社，责任是谁的？除了旅行业大受影响，餐厅、观光饭店也拢陆续接到消费者退订，业绩落真济。明明是吃饭的时间，内底煞拢无人。过年以后呢，那整个生意都回稳，冲上来了。但是呢，最近的疫情这样子，整个暴跌。我现在剩下大概之前的一两成，现在整个大家不敢出来。面对疫情可能带来冲击，行政院已经请相关部会就防疫纾困这问题来检讨。等延长的范围时间出来了后，会赶紧送立法院同意。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参众议员访问团昨到台湾，展现美国挺台湾的力头。总统蔡英文呢结束隔离了后，头一个行程就是亲身接见访问团，希望讲台湾伫咧新的印太战略内底扮演积极的角色。但美国官员来访问也让中国真不满。中国解放军宣布要伫咧台湾附近的海域甲空域进行战备军演。美国联邦参议院无线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格瑞姆加邓仲杰跨党派议员团来台访问。十五早起解读隔离了后，总统蔡英文第一行程就是亲身接见，表达台湾希望在新的印太战略当中扮演积极角色。台湾一直是美国在印太区域最坚实的伙伴，我们期待能够在新的印太战略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和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继续共同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蔡文感谢美国国会坚定支持台湾，除了格瑞姆，也有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孟兰德兹等真侪位国会台湾连线成员。孟兰德兹阁透露，出发进程中国不满，暗过因无退让，就是要坚定支持对台湾的承诺。We are very unhappy that we are here, but that did not dissuade us from coming. We seek no conflict with China.As I believe Taiwan seeks no conflict with China. It is often asked, what would America do if the Communist Chinese Party became more provocative against Taiwan? We're going to start making China pay a greater price for what they're doing all over the world.
昨天早起，美国空军加油机甲 P-8A 等伫巴索海峡空中加油，强机马上进出西南空域，遭到广播驱离。空军阁宣布，十五伫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多军兵种联合战备，精神甲对海突击等科目演练，都是针对最近美国伫台湾问题上一直释放错误信号而做之的。每一方面做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一方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这是极其虚伪的，毫无信义。If America abandons Taiwan, it will change the world fundamentally for the worse. Who would be our ally in the future? 最近台海局势紧张，媒体关心，那中国反台，美国是不是出兵？高瑞姆表示，所有选项拢可能。这次来台湾不是要改变一中政策，是要跟台湾人民说美国支持台湾，放弃台湾就言讲是放弃自由民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 NGO 的工作者李明德去给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五年，这个月十四刑期满，昨天他是对厦门坐飞机回来台湾，所以来就要做10+7的检疫隔离。李明德也在面前说，现在他人在隔离是去给爱蓝条条，不是去给恐怖包围。但我们的立委和民间团体也呼吁立委会要做出系统性的调查，让民众了解说在中国的人身自由和人权问题。由专人协助提行李 NGO 工作者李明铁在中国关押五年刑满，总算顺利回到台湾。十五早起为厦门坐飞机，10:15飞到桃园机场。李明铁无甲一般旅客做伙，是直接坐专车到宽武商务中心进行嘴内采检，需要通关，坐防疫车辆离开，要进行10+7的检疫隔离。李明哲先生是关心中国大陆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遭到中国大陆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审判并监禁五年，台湾人民无法接受，我政府认为传播民主理念无罪。李明铁透过面试专业找找李明铁向外界报平安，强调现在的隔离跟在中国的隔离完全不一样，他现在是被爱包围，不是被恐怖围困。感谢国内外人士和团体的解救。救援大队是回应会看李明铁的情况，召开记者会。我们其实也很意外的，其实中国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让明哲那个期满服刑释放，然后也让他愿意让他回台湾，那这个是我们一方面很意外，一方也很高兴的一个结果。那但是我们还是要重申，过去五年其实对明哲来说是一个消失的五年。李明铁因为家属甲民间团体取消声援，在两岸变作个案支票，目前也还阁未少个人伫咧中国被失踪、被关押，互外界真关心中国下一步。戴冠辉是讲，中国应该释放所有遭受恶被逮捕、加监禁、保卫人权的人。那我相信，就算今天李明哲回到了台湾，我们仍然不能原谅中国这样子的暴行。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只要我们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情况下，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其实都是会被容许的。立委甲民团呼吁立委会做出系统性的整理甲调查，让个人了解伫中国的人身自由甲人权现况。对这代志，立委会回应，针对个人伫中国的个案，以各种管道进一步提供协助，也希望中国会当重视个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讲，罗西亚拍乌克兰到今已经拍超过50天。罗西亚乌海舰队莫斯科号因为去给乌克兰的反舰飞弹海王星拍到，全归的沉落海里。罗西亚即马为着报复呢，全发射飞弹拍基辅附近，专门伫咧做海王星飞弹的工厂。美国就警告，讲战争恐惊会继续拍到年底，也讲罗西亚总统普京有可能会用核武来对付乌克兰。俄罗斯的军舰莫斯科号被两条乌克兰海王星反舰飞弹打到沉去。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这次攻击造成的伤亡真歹估算。乌克兰首都基辅15马上传出爆炸声。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为报复对俄罗斯船头的攻击，在攻击基辅附近一个导弹工厂。Сегодня ночью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и ракетами большой дальности морск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Калибр» нанесен удар по военному объекту на окраине Киева.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удара по Жилянскому машиностроительному заводу «Визор» уничтожены цех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ремонта зенитных 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большой и средней дальности.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俄乌战争可能继续到2022年底。中情局也警告，无排除俄罗斯使用核武的可能。Given the potential desperation of President Putin and the Russian leadership, given the setbacks that they've faced so far militarily, none of us can take lightly the threat posed by a potential resort to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or low yield nuclear weapons.全俄军已经撤离基辅周边，将攻击火力转向乌东地区。不过，基辅警方十五表示，已经在基辅周边发现900多个被杀遗体，其中布查镇350个上尸。警方还指出，因为手骨挂白色臂章，这是俄军占领期间枪毙乌克兰人员，表示已经被检查过。Оглянуто и я хочу сказати, що 95% застрелене саме зі снайперської або стрілецької зброї. Тобто ми розуміємо, що в період окупації людей просто розстрілювали на вулицях. 我軍一直強調，無針對百姓發動攻擊，暗過火炮拍到的功夫便宜，甲百姓遺體所出現無同款的情形。公司新聞電話員便宜。中国的疫情继续扩大，竟传出西安市出现五例不是隔离管控的确诊个案。昨日西安市宣布讲，对今日到19日临时性管控4天，希望把感染源找出来。西安在去年底呢，因为 Delta 传播真严重，封城到今年1月24日才解除封锁。在封城期间，官方强制甲要50,000人集中隔离，规模甚至比武汉封城要搁较严格，引起民众不满。昨暝西安市疫情管控单位雄雄宣布，对今日开始要做4天的临时性管控措施来抓病毒，予袂少民众搁怨讲生活甲工作搁会受到真大的影响咯。来关心天气，拜六礼拜这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会较凉凉，也会落低阵雨，其他地区包括外岛拢是侪云好天。下半晡的天气变化啥款，甲观众朋友到阵来去看气象资料。先来看伫咧北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3度。再来伫咧中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8度。在咧南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9度。在咧东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5度。伫金门、澎湖、马祖，16度到24度。未来3天的气象，也到阵来去看一下。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敏晶，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